这块你自己剪剪剪。因为刺的实在是太疼了。自己剪去了。嗯。里边没干净。这等于是，其实你越这样不好，给我们留一块儿。你这样的话，就得单独给你扣根儿。看看你的脚再不治的话，你看看人家那么严重的，也没有你那样。好了，嗯，多大一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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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这么大一块的一块。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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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看这一块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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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自己在家怎么也不。这么大块指甲在里边呢，这么一大块在里边。哦，你搁这里边就是啊。对，这个你抠的时候可能找外面一点抠掉。对，你自己根本就抠不出来，你自己哪能抠出来？要不我就问你了。看你的脚都肿成啥样了，嗯，这几个都是啊，嗯，这么大一个沟，我这持续就半个多月了，那你每天都怎么走路？我就这么坚持走，这里面都淌脓血了，都是脓水脓血，也没当回事啊，不当回事，你单位部队去，这东西这么准吗？这东西？嗯，这包半天他也不抽筋。我来这么大时候一哭，一不高兴了，他就能感觉他就知道了。嗯。好嘞。这么大一块呢。好了是吧？嗯，他这个整个前面都肿着，不是都肿了，嗯，都肿了，这个换能了吗？他这块你看这么大一个扎分叉的呢，他在里面看很疼很疼的，都冒囊了，里边都还那么夸张。就差一点点，哦，嗯，啊，这出来了，嗯，这个是在里边的，这么大了，这是，嗯，哦，扣的重是不是？对，扣的重这儿，不疼，疼了吧？嗯，一点不疼了是吧？哎呀，过瘾吧这儿？我是，就是外边疼啊，嗯。给你治的话，我得给你修得轻点，如果不治的话，修重点也行。修轻点以后，治的时候好治。我可没带钱啊，你说，哎呀，真是。没带钱也没事，下次你啥时候过来，啥时候给我。我先给交一百押金呗，得一百多块钱。嗯。扣费啊。把这块给你扣住，这里面治的好治了。嗯。嗯。里边还有。没有，这就是死皮。哎呀，疼！这是死皮。疼。你看，它这个有伤口啊，伤口里面越来越长死皮，不是？这儿就没事了，嗯，就哪疼就这疼。对对，就是伤口疼。扎到伤口了。